管有一天可能老了很老了，我们也没办法生小孩，也没关系啊。所以结婚那个事情还是会努力吗？会努力啊，重新认识，重新开始。搞笑的爱晨是不是很讨大家的欢心？希望王彤你可以好好珍惜呢。现在守得云开见月明嘛，大家就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。哦，就是这样才恐怖啊！难道不怕女友和绯闻男马俊麟再传出流言蜚语吗？而且网友啊，基本上都……你自己看留言啦。大家都说你在救王彤，没有啦，大家都这么说，没有啦。但是私底下他这八年对我这么好，他怎么帮我都没人看见啊？就是他对你这么好，没人看见，你才要救他。谢救他，应该是说我该保护他啦，不要说救啦，对不对？我该保护他，我该做的。王彤，看到没？这才是真男人。惹动新闻，爱晨加油，报道。